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他们的付出，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放发动机上，这是真正的吃苦。最后三分钟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，这种精力充沛的工作，一定不是尽我们的所能把戏做好。好，来上机线，后边都可以看到。你们找就完了，翻一下，往远处翻一下。把这往里一递，走过去帮你。是往那儿走的时候。好，好，云子呀，来，师傅，发车。尽可能的去关注一些正能量的作品，正能量的影响，正能量的表达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